蔡总统和准总统罗清德作为出席圆桌会，和各族的代表、专家、学者三甲协商。这是蔡总统任内最后一次出席圆桌会，传出赶在五二狂落任之前，伊要发布特赦令，特赦前总统陈水扁。如果在我们的法规许可之下，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是可以让我们整体不要再那么的泛政治化。不管是大赦还是减刑还是特赦，这个可以做一并的思考，就不会只针对一个人。那类似于南韩的国家当中，卸任的总统呢被关被特赦，其实常常有，已经十几年了，我觉得时间已经到了，让陈水扁的案子到一个终点，让社会迈向和解。一寡另外立委就讲，扁案到了应该处理的时间点，其实过去赖清德也过来变主张爱甲阿扁啊特赦。那我过去本来就主张，阿扁呢应该要得到特赦。传出特赦的方向，就是甲伊过去定刑的案件免除执行，包括已经定刑的龙潭美地案等。但是目前有关有死的案件也未审结，包括侵占总统府公文案、陈明勋买官洗钱案、二处金界国泰并涉花案、甲教授伪证案，未当纳入特赦范围。另外，免刑无免罪，十一亿不法的所得，其中三亿已经入去国库，另外八亿要照刑法没收新制向法院申请没收。另外，国民党也有动作。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调委吴宗宪会邀请司法院秘书长、法务部长针对总统刑事特赦法律后一寡相关的细节来进行专案报告。是不是海外的所得，那要不要汇回来？我想这个还在啥，还在幕僚规划当中，这也是可能的方式之一的哈。那也要看这个陈水扁总统他是不是这条件他是不是可以能够接受？我想。社会的支持，社会的共识很重要。这个应该在赦免法里都事实上是讲得很清楚。如果是涉刑的话，那就过去认定了不法所得的部分，那这部分呢，如果是在过去没收的，那也不会受到特赦的影响。各界都有一些讨论，总统府也透过发言人表示，总统府现阶段的立场是希望确保陈前总统得到妥善的这个健康照顾，一切依法办理。到底是不是会当特赦？下礼拜五应该就知影。民视新闻综合报道。赶紧替您处理 MOD 的遥控器，在自选的项目内底来加入民视新闻台，为您带来上届及时、上届正确的新闻内容。